状況を知るぞ。大家好，我是陆酱。文旦です。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我跟文旦要去阿苏的ファームランド。耶。又听说这地方很好玩啊，所以超级期待的。而且因为那边有很多设施，所以我们两个今天都穿得比较轻便。我的 T 恤やけどな。对，我们当的 Lacoste。我们两个这次订的是有晚餐跟早餐，所以我们两个现在便利商店就先买了午餐。我买了一个 omelette 饭团。YouTuber らしいことして。OK。照り焼きチキンと卵です。我除了买一个蛋包饭饭团，还买了一个炸鸡串，是 Seven 叫做卡拉给波，我很喜欢吃哎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。我们到了，好大。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in， 整个是山洞的感觉。声がめっちゃ通る。前なんか健康そうなのいっぱいある。这个 Farm Lando 主打就是健康，他们有很多种 course， 例如四天三夜或一个礼拜。我跟文章这次因为只有两天假日，我们就是预约两天一夜的。你们看，就是有很多这种可以测定身体机能的东西，很酷。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in 完，然后他拿了一大堆东西给我们。这里的活动其实还蛮多的，那因为他这里主要是健康设施嘛，那有住宿的人呢就可以玩这些，全部无限玩到隔天下午四点都不用钱。那如果是这种比较偏玩乐的设施，例如和动物玩啊，或是水族馆的话，这种就要另外收钱。温泉那些什么肉体年龄测定啊，这些促进健康的东西就不用钱。虽然他的 check in 是下午四点，可是其实早上九点就开始收了。那如果你早一点来 check in 的话，就可以早一点开始玩。所以我跟文章觉得早一点来会比较好。跟大家说，我们发现有个超级先进的量体温机，只要你站在这里，它就会帮你量。你看，他就说我是36.53度。Hello。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是这个 Kenko Pavilion， 这里呢可以测量各种身体里面的指数，看身体健不健康。哇，这里的装潢也太漂亮了吧！第一站是体成分分析，文章的体重只有49.7公斤，这个机器还可以测肌肉跟脂肪的量。对，これ持つの。背筋伸ばして。そうそうそう。三割以上脂肪じゃん、ルちゃん。40%近い。哇，すごい。然后测完之后，它这里会出来一张表，我的体脂肪是38.2%。也太肥了吧！而且这个连内脏脂肪都可以测，然后也可以测出你各个部位的肌肉指数有多少。ダイエットしようと思った？いやありえないね。今のままでいいけど。左边这张是我的，右边这张是文章的。他们有说就是这个 in body 点数最好在80分以上才是比较好的身体，所以我跟文章其实都没有很好。俺見て筋肉が足がめっちゃあるらしい。やばいよくあるから。あるからかな。我老年龄是16岁，然后他们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16岁是最好的成绩，好开心哦！看来我的脑完全没有老。文当的脑袋是18岁，很棒啊，当。好棒。然后是体内糖化度，他说这个是胶原蛋白足够的情况，他会这么弹；胶原蛋白不够的话就会这样，很难压。文当在同年代100个人之中排第44位。まだ緊張。要这样直接接触自己的那个身体状况是件很恐怖的事情。第，哎，ヤバいじゃん。いやこれヤバいぞ。え、101中92だよルちゃん。嗯。ヤバくない？今から鉄分、貧血傾向チェック。立ち上がった時にフラフラするそうなんで、多分貧血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。結果我根本就没有贫血。久々にいい結果出たね。对。我文当是15.7，也很健康。健康。我整个测出来精神压力超大，疲劳度也超大，然后是我处理压力的能力又超低，身体的压力也是接近高。精神的ストレス半端ないね。左边这张是我的，右边这张是文当的。我的血管年龄有39岁，文当才20岁。あ、玉ねぎいっぱい食べてるからな。玉ねぎあまり良くないらしいよ。血の巡りがすごいよくサラサラになるの。哦。あんま知らないんだから。今ストレス感じた。最初能力悪いから心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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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是肌肤的年龄，这个文章一定会比我烂。它前面这边会有很多问卷。这个测量方法是把手放在旁边的摇杆上，然后这里会把皮肤感应器放在他的脸上。这里前面问题还有怕说讲中文的人看不懂，他们还有这个中文标示。他们说这里其实讲中文的客人还蛮多的。文章的皮肤状况是35岁。嗯。ネットカフェにいる人みたい。他说我的皮肤年龄是29岁。油性肌，おすすめのサプリも教えてくれる。家に帰るときに買いに行こう。ね。最后一项是站起来，然后看你的腰的状况怎么样。他说这个是要用单脚站起来，然后最高是40公分、30公分、20公分跟10公分。
因为文道以前有练足球，他们就说这个练足球的人会比较厉害，腰跟腿的力气是十几岁。好棒。OK， 有。哦，いったいった。あ、筋肉がないから上がれないのか。哈哈，好笑。好笑。自己还有韵律球可以做。体幹を鍛えられる感じ。お、すごいね。気持ちいいの。やってみよう。可愛可愛。ゆうちゃんできないやだ。できるよ。お、気持ちよくない？何その手は。楽しかったね。ね、楽しかった。いろいろ自分の健康、体のことをね、知れてよかった。然后让我再次知道，果然生活习惯比较差的人就睡比较不健康。因为文章就是真的比我健康很多，就觉得不行哎，要借这个机会要改变一下自己。とか言っても明日には忘れてるから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Kenko Toenik Gang， 这里进来呢要把鞋子脱掉，换成他们这个室内鞋。有没有像那种日本的国中高中生，他们会换这个鞋子，超可爱。他们说这总共有1到17个设施可以自由玩。首先是一号。噔。踢的有，哇。調子乗ったらすぐできなくなるから。子供と来てるみたい。OK、ルーちゃんの挑戦、僕は行けたんですけど。一気に一気に。文道要挑战比较难的。要上。全部有余的哦。这是最难的。你好无聊哦，你全部有余的。叫哈姆太郎哦，我勒疲れるわ。これ私パス。あ、俺、これ死ぬわ。熱い。お、いいね。あ、半分も終わってないよここ。こんな光ったボタンをどんどん押していくゲーム参加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23。OK。次再讲。我们当热到整个把裤子卷起来。好帅哦！为什么会这么帅啊？哎，すごい！ルーちゃんめっちゃかっこよく見えるよ。さっきルーちゃんもかっこよかった。ルーちゃんだったかった。哎呦！ルーちゃん記憶力すごいいいからな。これ強そう。すごいね。順番バラバラでも覚えれるんだ。この時のルーちゃんが一番輝いてる気がする。こんな楽しそう。お、ステップ踏んでる。我跟大家说，中文真的比较好记，是因为日文的音阶就是有两个，可是中文就是只有一个。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们就记一二三四五六；日文就要记一级逆三用够了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中文会比较简单，不是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好。来到文章最喜欢的篮球了。我来玩球，哈哈，每次都像大赛这样，这个球也来得太慢了，好没劲哦，好解。我们点了一个章鱼烧来吃，因为运动完实在太累了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好吃。好吃啊！我们两个本来以为啊，他们是微波，就好像比微波还要更正经点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やっぱね、運動するとね、めっちゃ腹減るね。我们两个现在拿到钥匙，要去我们的房间。我们今天住的是 A19。你们看它晚上会变成这样，超可爱的，很像童话故事。它这个小房子，不要看它这么小，是非常防震的。因为文当是做建筑的，他从刚才就一直在看，这到底是什么构造，这怎么可以这么强？回家了。天哪，好漂亮哟！我们才两个人，他们给我们四人房哎。你们看，这是它的全部。然后它这里还有一台电视，下面有一个冰箱，然后这里有个化妆台跟电话、杯子跟水。然后我觉得最棒的这个就是一般日本温泉旅馆会有的东西，就是浴衣 ，yukata， 还有可以去泡温泉用的毛巾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是他们的梳洗的东西，里面应该就是牙刷、牙膏之类的。打开看看，这里附的是 Kosei 的洗发精，还有 Kosei 的沐浴乳，还有刮胡子用的东西，牙刷、牙膏，还有一个香皂。觉得还蛮丰富的、啊，还不错。厕所很大间呢，比一般那种商务旅馆还要大间一点，而且马桶是免治马桶，这个就很赞。너무가깝대이네허리가없어这里还有可以给大家聊天用的桌椅，这样子。이네매짝짝네근데뭐이때응好小，길어길어感じる네허리꼬꼬짠짠짠꼬꼬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
歌を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